闻说恩温事，专思宿世缘。喜图生作合，幻令始重旋。顺局不成患，逆施方健权。小儿轻造化，于此信其言。各位，《拍案惊奇》呢本书嘅作者凌蒙初先生写出呢啲诗句，无非系想强调人世间嘅姻缘系前生注定，系天意安排，唔能够强求。佢仲认为唔应该系一段姻缘嘅，就任你用尽机谋，绞尽脑汁，到头来都系冇结果。假如应该是一段姻缘，虽然是被人破坏，受人离间，始终都会散而复合。不知各位同不同意他的讲法？不过今天讲这个故事叫做啼笑姻缘，就是一个例了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个年轻人姓刘，叫做振雄，他生得非常健硕，虎膀红腰，胆色过人。他对于吟诗作对舞文弄墨没兴趣，只是喜欢张弓挟矢，骑马试剑，飞双蹴鞠。他就以打猎为生，和他来往的人都是剑客、赌徒、市井无赖之类。有一天，刘振雄和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在一间僻静的小酒寮处，一边饮酒一边谈偈。哎，刘兄，饮剩这杯，我们今晚不醉无归。啊，好啊。我刘某人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，单身一个人，无拘无束，几时回家都不成问题。难得各位咁高兴，我哋就不醉无归。啊，唔好啩，如今都唔算早㗎喇喎，小弟恐怕。咦，曾兄，大家咁高兴，你又怕乜嘢呀？哦，刘兄啊，你唔好怪我哋曾兄啊，我哋一共六个人，系曾兄一个已经成家立室啫。如果佢太迟翻屋企，祖夫人会牵肠挂肚噶嘛，系咪？由得佢早啲翻去啊！我哋五个人不受寂寞噶。哦，系，真系对唔住，我忘记咗曾兄系个有家室之人。好啦，曾兄，你请便，第日先至再约你出嚟倾偈。好，其实请恕小弟多嘴啊。刘兄，你哋几位终日钓鱼浪荡、流离浪荡咁，都唔系犯法噶嘛，都系早啲成家，安定落嚟好啲。曾兄，你唔好笑我哋啦。除了你之外，我哋五个人是刘兄一个人生得英武不凡，刀枪弓矢样样精通，而且又行侠仗义，要成亲嘅咧，第一个应该是佢先。大家唔好笑我啦，我刘某人狩猎为生，虽然身边有啲钱财，但系生性喜欢到处游历，好似个流浪汉咁。冇女子愿意嫁我嘅，诶，咁又唔系咁讲噃。小弟问声你啦，你去向过人哋嘅闺女求亲未啊？咁就未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未想过成家立室，所以冇向任何人家求过亲。诶，咁真系太可惜啦。哦，可惜。曾兄咁讲法，系咪想介绍一位名门淑女俾我哋刘兄做妻子啊？啊，
六兄果然聪明，小弟确有此意。哦，曾兄，你唔系同我开玩笑啊嘛？唔系，婚姻大事，小弟点敢同刘兄开玩笑啊？咁嘅，小弟寒舍隔邻呢，就系一位姓王嘅人居住嘅。我系王老伯嘅妻子就姓吕，佢两夫妇啊冇仔，得个女，叫做小香，如今仲待字闺中啊。哦，曾兄想向小弟推荐嘅就系呢位王小香小姐啊。诶，冇错啦，冇错啦。王小姐家非富裕，但系王老伯呢就薄有田产，不愁衣食嘅。王小姐虽然不是名门之女的，但是生得非常美艳啊，而且品性十分贤德。刘兄啊，你不要失之交臂啊。哦，咁啊，既然曾兄咁郑重推荐，好啊，就请曾兄同我向王老伯求亲，可以吗？啊，当然可以啦，小弟一定效劳。不过咁咯，成唔成功，小弟就冇十足把握噶。哦，咁但得曾兄肯答应代小弟去提亲就得，成功失败在所不计，多多拜托。如果成功咧，我哋几个又有餐喜酒饮啦。曾兄啊，要落力啲先得啊！一定一定一定。小弟真系要向各位告辞翻屋企啦，因为内子都要等紧小弟翻去啦。哎，好好好，刘兄啊，你应该问声曾兄几时有答复先系噶，啊，似乎我哋几个仲着紧过你咁。你哋几位真系得意，有乜理由皇帝唔急啊？太监急噶。好啦，曾兄。请问几时会有头水呢？啊，咁啊，咁啦，三日之后新盘牌时分，我哋喺麒麟酒寮见面啦，好嘛？好，大家一言为定。咁劳烦晒咯，曾兄。唉，乜说话啊？好，各位小弟失陪啦吓，请坐，请请。嗰位姓曾嘅朋友走咗之后。刘振雄他们几个人继续在酒寮树饮酒谈天，饮到大家有些醉意了，才至各有各回家。那很快脆就过了三日，新牌时分，刘振雄和几个朋友在约定的麒麟酒寮的树等候消息了。嘿，他们一见到老曾来啫，就七嘴八舌咁追问：，哎，曾兄啊，嘿，你嚟好啦，点啊点啊？啊，曾兄有好消息未？哎，到底结果点啊？啊，我位王老伯肯唔肯俾个女嫁我哋刘兄啊？哦，各位各位，我哋曾兄低一个口，点可以答咁多问题啊？都系等佢坐低饮啖酒先，然后慢慢讲俾我哋听。曾兄，请坐。嗱，呢杯酒系你嘅，唔好客气。刘兄，唔该晒，唔该晒吓。好，各位请。啊，其实刘兄啊，呢次小弟代你提亲失败翻嚟，真系唔好意思啦。啊，点解会咁样？哦，王老伯拒绝咗啊，冇理由喎，哎，绝对冇理由，我哋刘兄有边一点配唔起王老伯个女啊？你哋都戥刘兄唔抵啊？梗系啦，好，既然系咁，我一个人去拉王老伯出嚟打佢一餐，替刘兄出咗啖气。千祈唔好，千祈唔好咁做。各位请听我讲，好啦，大家坐低听刘兄讲。请各位真系千千祈祈唔好咁冲动。
老石讲，本来小弟一向都未有家室之念，只不过三日前听曾兄讲及王家有位千金，又美丽又贤淑，一时兴起先至托曾兄向王老伯提亲嘅啫。而家知道唔能够成功，大家仲激愤过小弟，无谓啊！而家小弟好想知道，点解王老伯会拒绝呢头亲事？曾兄可以讲俾我哋听嘛？啊，当然可以啦。系咁嘅，王老伯听见小弟系代表你向佢提亲嘅时候，佢话佢都听人哋提及过你啊，话刘兄呢年少英勇，合义可封，之但系就惊住刘兄好勇斗狠，将来惹出祸事呢，就误咗佢个女嘅终身，咁所以佢就托我请刘兄另聘淑女为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王老伯这样说是有他的理由，无可厚非啊。刘兄，王老伯不肯给他女嫁你，你还说他有理由？各位兄弟，事实上他真是有理由，算了，算了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何必为了这些事搞到大家不开心。曾兄，这次麻烦了你真是抱歉，现在小弟敬你一杯算是赔罪。感情的，刘兄又何必客气呢？多谢多谢，姓的。啊，刘兄，我陆某人真的服了你，人家拒绝你提亲，你还这么洒脱，完全摆心思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你太夸张小弟了，其实小弟根本上就不紧张这件事，成功固然可喜，失败并不可悲。不仅止这样，小弟仲打算过几日去第二处地方游玩下，顺路周围探下啲旧朋友，又要同你哋各位分别一个时期。哦，刘兄要离开呢处一个时期嘅，咁几时再翻嚟啊？话唔定到鸟倦之旋嘅时候，一定再会翻嚟同各位好似而家咁样相聚啊。是呢，刘兄啊，你不是为了托小弟求亲，小弟办事不力，你遭逢失意，就要去第二处解闷散心嘛？哦，你误会了，小弟不是这种人，你们几位都知道，到处遨游是小弟的嗜好，而且这次也不是第一次离开各位，所以请各位放心好了。哦，大家听见刘振雄这么说，才开开心心继续饮酒。那一晚又是尽欢而散。隔了几日，刘振雄收拾行装，单身一个人起程去第二处地方游历，同他们各位珍重而别了。刘振雄过游的时候，有时就去拜访没见了很久的好朋友，有时就去游览下当地的名胜古迹。其中也有些朋友很关心他自家的问题，也都带他去过好几家提亲，但是好奇，次次不是高不成就低不就，始终没有结果。不过刘振雄生性豪迈，不成功呢算数，好闲啫，他好看得开，
如是者过了三年，佢真系鸟倦之船，翻屋企。咁姓曾、姓陆同埋其他嗰几个比较倾得埋嘅好朋友呢，又喺麒麟酒寮嗰树集合，同刘振雄洗尘咯。咁佢哋听刘振雄讲咗一啲有趣嘅事之后，老曾就问佢：刘兄啊，一别三年，乜你仲未有成家之意咩？哦，小弟话冇就呃你。其实各处嘅朋友对小弟都非常关心，亦都试过有几位系介绍过有才貌相全嘅大家闺秀，叫小弟去提亲噶啦。哦，真嘅？咁有冇好消息讲俾我哋听啊？真系好抱歉，小弟一别三年，翻嚟见各位，仲系一样有成家之念，而无成家之福。哦，唔会啩？点解会咁噶？哦，六个字就可以明白点解。六个字？边六个字啊？呢六个字就系高不成，低不就。真嘅，或者只系缘分未到咧。唉，刘兄啊，唔使咁心急嘅，慢慢揾啦。以你咁嘅人才，一定会揾到个熟得休闲嘅妻子嘅。你哋几位唔需要安慰我，正好似以前一样，我唔会摆呢件事喺心处。嚟嚟，大家饮杯，好，饮杯，饮，哎。先嘅，诶，先先，刘兄啊，讲起又讲啦，你仲记得三年前小弟曾经同你向一位王小姐提亲嘅事吗？记得，当时曾兄你想替小弟向你嘅方伦王老伯提亲，希望娶到王小姐为妻，可惜王老伯拒绝咗。你是不是指这件事？是啦是啦，小弟就是指这件事。哦，三年了，相信那位王小姐如今都已经出嫁了，是不是？虽然还未出嫁，不过就已经许配了给一位姓伊的小商人了。是吗？那就好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无谓再讲这些扫兴的事，大家喝杯酒庆祝我们久别重逢。啊，好。刘振雄就是一个咁不拘小节、大情大性嘅人。佢哋几个好朋友，自从刘振雄翻嚟之后，日头就约埋一齐，有时打猎，有时捉棋，夜晚又约咗喺酒寮树饮酒谈天，都几悠游自在。有一日，刘振雄同嗰几个朋友打完猎之后，翻屋企，咪半路呢，去到一个树林嗰树，大家就落咗马休息下。啊，我哋今日都算有收获啊！系啊，我曾某人呢就系个旁观者，个陪队啫，系个南国先生。啊，有呢啲猎物都系你哋几位嘅功劳啊！哦，大家好朋友，讲埋呢啲说话做乜嘢？今晚请佢借下，烹宰咗呢啲猎物，买几十斤酒翻去，我哋食餐饱，饮餐饱嘅。啊，刘兄啊，又去你府上骚扰啊？唔好意思啩。诶，曾兄，堂堂男子汉，咁客气做咩嘢啫？你哋唔怕我屋企好似狗窦咁，啲嘢乱咁放，我真系欢迎你哋日日嚟啊！除了曾兄之外，我哋个个都是独身汉，个个屋企都是乱七八糟的。不过无可否认，刘兄府上是最阔大，我哋坐得最舒服的。咁咪得啦。一于咁话，翻嚟我住啦。好，一于去刘兄屋企。
呢座树林真系大，古木参天，阳光都晒唔到入嚟，的确相当凉快。你就凉快啦，啊唔知点解，我坐坐下就觉得呢树阴森恐怖，境界荒凉嘅。你睇下，睇咩？一眼望过嗰边，有六七个土堆，凹凹凸凸咁。唉，我见到就有啲怕啦。嘿，曾兄，我哋几个人之中，系得你同刘兄读过书。可能读书人系中意胡思乱想，怕呢样又怕嗰样咧。唉，嗰啲分明系破旧咗嘅坟墓嚟，你又话系土堆？咩话？系坟墓？系啊，曾兄，六兄冇讲错，嗰啲确系破旧嘅坟墓嚟，因为日久失修，俾雨淋到甩晒啲泥，啲棺木都显露咗出嚟。亦有啲棺木毁坏咗，见到尸骨添啊！吓，咁得人惊啊！你点知噶？咦，头先我哋骑马经过，我亲眼见到嘅。如果你唔信，可以过去睇下。嘿呀，唔好搞，唉，真系唔好客气。你睇埋我嗰份都得啦。听见你讲，我已经毛骨悚然啦。睇完啦，我晕低都有份啦。唉，刘兄啊，曾兄胆小啊，难怪。不过讲开又讲啦，好彩而家系日头啫。如果系夜晚呢，叫我一个人嚟呢树，我都冇咁嘅胆量。咁又唔系咁讲，大丈夫神阴鬼服，开讲都有话咧。平生不作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不惊。一个人行得正，企得正，怕咩啫？就算系黑夜，又有咩好怕？如果要我夜晚一个人嚟呢树，我都唔会畏缩嘅。哇，刘兄，我哋都知道你够胆识，但系喺呢种环境之下，怕你讲得出，未必做得到噃。乜你哋唔相信？好啊，咁我哋输到一餐丰富嘅晚饭，好唔好？哦，刘兄啊，咁点样输到法啊？嗱，你哋喺树等一阵，我去咗佢嗰边，即刻翻嚟。哦，曾兄啊，你话刘兄喺树玩咩把戏呢？你点啊？佢而家行到去一个土堆前边，喂，好似揾嘢咁，揾咩呢？哦，系啊，六兄啊，你哋几位见唔见啊？刘兄执起一啲嘢噃，系啊，佢执啲乜嘢呢？哦，唔通佢发现有啲陪葬嘅金银珠宝？我睇唔系啦。假如呢啲封重有金银珠宝，一早已经被人攞晒啦，仲点会留到今时今日呢？哦，又系喎。诶，刘兄翻嚟啦，刘兄翻嚟啦。刘兄啊，你手上揸住嘅系咩嚟啊？系啊。咁究竟刘振雄执咗啲咩嘢？同时佢哋又点样输到呢？因为时间关系。我要下一次才能够讲得俾你听。